刚刚林总会长说到芝加哥去都会当选，但是赖副总统不方便去，但是行前他特别受命，我有受命带他全去，所以我们是六月的时候啊，在芝加哥，刚刚看到那只旗子是你带回来的，也是我带过去的，所以最近有一部很红的影片叫做《在路上》，大家有看到吗？有。那个影片的最后啊，蔡英文总统看着车上两个人，他对着赖清德说：“你挑选副手的眼光很好。”赖清德跟蔡总统说：“跟你学的。”所以今天各位坐在这里支持赖清德、萧美琴，是不是也是跟蔡总统学的？是。我们有一样的眼光，对不对？对。要把最的值得信赖的人介绍给台湾的社会，让他带领一个新的台湾的国家跟团队，能够走向世界，赢得世界更多的信赖，这才是我们信赖台湾最原始的宗旨。所以大家从这五天当中会走遍台湾各地，由于你们的到达，我认为一定会在掀起更高的选举的热情，让所有的台湾人民知道这一张票，不，这三张票，三票挺台湾，抢救王义川，好不好？好。